好钱。对，我们现在在后勤。好，三折到码头。好。嗯，喂，我们在谈好了吗？天哪，天哪，我去哪里找他们呢？哎，这是什么？美食地图。哦，哎呦，东方赚到了！2021饕客栈丰盛，哎，有鱼丸呢，也太好吃的样子了吧！哇，还可以淋咖喱。哇，这里又有一个贡丸哦，凉季茶叶。村村电影音乐咖啡，赞哦！哎呦，好高高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哎，掉掉掉！哎，这什么？哎，警察局！哇，酷毙喽！哎，我可以来这边买生包哦，台湾料理哦。哦，台湾的水果这么多，在这边买就好啦。这里都在卖一些我们古代的器具，比如说生药街啦，还有狼金街。哇，天哪天哪，这好热闹、哦！何义成。福来许金烫耶，哇，吃个冰好了。松花庙到了，来求姻缘吧。诶，奇怪，怎么那么多人？我去看看。神秘是你，金拍摄了，因为我很怀念我在叫卖的时光啊。哎，你怀念，我就不怀念。嗯，怎么有钟声？这个音乐好熟悉哦。一旦姐妹花，原来你们在这边啊。我们其实也怀念以前翻越到表演给大家的时光。想当年啊，大稻埕风光一时，但是我竟是被淘汰了。啊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其实啊，下山之前，我如果没有回到码头的话，我就会随着夕阳一起消失。啊，天哪，来不及了。啊！喂，我们回到码头了。是有神仙一定在帮助我们吗？大稻埕的夕阳还是一样的美。对，你们有什么愿望吗？其实哦，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一旦就好了。我也是啊，大家不要忘记我叫麦哥。哎，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啊。